哪种颜色有助夫妻感情升温？颜色显示有助于夫妻情感升温的房间，可以选择紫色。女生比较重视颜色哦，对，你要老婆开心，老婆绝对是选紫色，绝对是紫色的。哎呦，三对三，林道远认为是紫色，楚江不认为。干嘛穿紫色？夫妻不同调很好啊。我喜欢这种冲突感的，蛮好的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